张家这是狗急跳墙啊。奉命行事，还请江少别怪罪。奉命，我可真是江镇咱们好狗。来吧，得罪了。江镇真是养了一群废物。把你这样反抗对大家谁都不好。早知道你母亲要在江家，你怎么还当威胁？还是太低调了呀，搞得现在什么虾兵蟹将。哟，安慰大人，是什么风把您给拖来？抱歉少爷，我来迟了。你来不来，结果不都一样吗？怎么有事儿？老爷前阵被害了，出车祸身亡了。你母亲拦着我们不让告诉你。现在江家江镇掌权，我们这一脉乱作一团状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爸，那现在回京，我们下不知道少爷几点回来。少爷欢迎你。这世道真是人在屋檐下的还不知道秘密。你打人，望韩家族，我就算把你杀了喂。一会儿我进去叫母亲，要让人打扰。请尊少爷。真把家主范儿拿出来，不就是一个谁也不敢要的弃子？还不滚！这七年辛苦了孩子。妈，对不起。孩子，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妈相信你。这些年所遭遇的，你一定能讨回来。带你回来的阿妹叫吴啊，是你父亲的援手下，没有被江镇那个畜生给控制。你信任。嗯，江城我已经听说了，只是你现在是你能受的委屈吗？少爷，不要去了，拦不住。我的好侄儿回来了，让好看看这七年受的苦。你给我滚出去！这是那个当年和小野龙偷情，最后被自己老婆发现。逼自己老婆自杀的女的，这不是江大太子？我的好侄儿，谬以为天，怪你，毕竟是要为我们江家主事呢。我就不打扰你和你母亲团聚了。不过这种时候，也可能咱没有几天可见。你畜生！叔叔。这侄儿呢，也提醒您一句，出门呢一定得小心小心，别一不小心被绊死，连官司都输。毕竟咱这刚回来。好啊，年纪不大，口气挺大。叔叔，注意脚下啊！
江家现在是这个畜生掌权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妈，放心，没事，多注意身体。嗯，我好像事了吧。徐大处长，好久不见。江城，你小子，我是来问一下徐大处长是如何联合江镇给我父亲造成意外车祸的。我也是按流程办事吧。哟，徐大处长，你家的鱼。鱼？怎么可能？我昨天才换的水，这都活蹦乱跳一早上了。徐处长，这次可是下次给徐处长送条好鱼。喂，刘元景，我觉得这个案子大有问题。我要不要给他买个新的？嗯，这暗卫首领是怎么当上？我那兄弟也快到了，估计啊又去玩活蹦乱跳。走吧，看一看下一条鱼儿到。你下次能不能别这样？你是真不怕有一天我杀了你？我这不也是操心江哥吗？在外面这么多年，都在女人身上荒废了。我啊，就是倒退十年，你也比不过我。让你查那事儿，查怎么样了？当然查清楚了。你吩咐我的事儿，我怎么可能不上心？我们谷家得到的消息，除了这个姓徐的再次江湖，其实背后还有其他豪门，但是就是查清楚到底。这水啊，你说江哥，咱哥俩过去找江镇，你皮条吗？法治社会，法治社会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别给我整这啊！我们应该这么说，应该说我们应该会一会我们的好朋友，看他们今天过得好，明白吗？江哥，你这个脸皮越来越厚了呀。是第二个吧？啊？第一个是谁？是我。江哥，你们江家的暗卫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这要换成是我们谷家的保镖，早就领着医药费在医院躺平了。那妞儿看天眼说。各位，好久不见。怎么不说话看着我干嘛？好久不见，长得真是越来越好看了。怎么说的跟以前不好看似的？所以说不仅仅是江家村长。江镇的话在京城还没有影响交通的这个能力，四大豪门有这个影响力的只有君家和南家。但是排除南家，君家是跑不掉的。君家害死我父亲，想得到什么？江家呢有一块叫碧海天的地皮，之前君家一直想跟江家合作，但是江叔叔一直没有答应。但是就在最近，这块地皮啊工程开始运营了。仅仅是为了一块地皮害死我？江叔叔的死你很难过，我们也很难过，这个仇必须血债血偿。先别激动，我们想想办法。那现在谁说？目前是君乐宝在运营，
君家是没人了，居然让君胖在。老爷子年事已高，君秋白又在国外，年轻一代的只有君乐宝了。那我们就会一会这君家大套。我就不进去了，这里面的女人我看着都觉得恶心。也好，那我们俩先进去，你在车上看一看外面有没有君家的人。走吧，干活。幸亏你口口不了。小胖子还挺有雅气的。哟，他妈是谁呀？啊，江城。这不是京城江家的魏少爷，那么你也试试。我还说，你君家跟我父亲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说说，说。哪来人啊？老子被人打了。现在不能。你现在没权没势，再能打，你京城也寸步难行。说，看来你不过把小胖的尸体送给君家。哎，这下君家又有点苦了。喂，我是江城，我回来了。君家，我父亲的死，你们究竟参与了多少？京城的事，是你们。他怎么敢？好一个庶子！来人呐！我要我波老，给我把玩陪葬。老爷，江城此次一点江家势力都用不了，南家和古家也不会为他动用家族感情。我想，江城此次背后一定有更大的意义。老爷，上一仇我们一定会报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背后一仗到底是什么。要不，我把江震。江震，我儿子被江城杀了，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交代，要不然你就跟江城一块儿去死。这老爷生气，我跟您一样。巴不得江城去死。这次他回来啊，无非就是调查父亲的死亡真相。我们可以用他父亲的死因做引子。他还风声说屁。有把握吗？有。涉及到他父亲的事啊，他一定会做。不过呢，在此之前呢，还是要找人试探一下他的实力。这件事情就交你处理。君家不会帮你。真的？是什么让他急了？这些事情能保住他自己？哎，要知道，这可是京城，这也是我费解的一点。现在经过调查，明面上江城确实没有事，不过江城曾师从华国第一剑景豪然，这个第一剑在京城黑白两道可都是有记载的。这个第一剑，
进，有意思。江少爷，别人吩咐了，您没什么事儿就回去歇去吧。那你知不知道谁是江家主？你也知道，江家这是说谁说了算。至于您这个主持人，也就是说给外人听听罢了。行，我知道，你俩呢，要好休息啊。放心吧。今日领地，谢绝入内。行，罚你些，天王老子也不行，谢绝入内。如果我不说，一楼出来。哟，是我开了眼呗。看看小弟他说一楼出啥魄力。不留军医少女，不领楼主回归。医生，楼主。好啊！是，少爷打晕了看守他的两个保镖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妈说了多少次了，在江家只有一个少爷，那就是我儿子江川。江晨算什么少爷？小的一时嘴瓢说错了话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好一个江晨啊，给你体面的生活不乐意，没有去探你什么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哪有什么真相？去。要江家的人打断江城一条腿，带回来见我，我养他一辈子。明白，老爷。是，那江城武力超群，咱江家这些保镖咱也知道，对付一般人没问题。这是死侍令，传我命令，依此令要钱后果死事，务必把江城打残带回来，我要活的。是。等你们黄兄啊！听说我不在这几年，你把第一楼管理得很好。楼主，你老账，我只是尽我所能。尽你所能，你让我父亲出事那天，让第一楼所有人都闭楼不出声。怎么？说话。对我有意见是吗？不敢，那这个水太深了，我只是不想让兄弟冒。我问你，这第一楼是谁的地？您的。是效忠谁的？效忠您的。我告诉你，哪怕这第一楼消失了，我也能建起来第二楼、第三楼。你们都只需要明白，你们是为谁效忠？都明白了。明白。现在地下室发展怎么样？兵强马壮。今天下面不考虑后果的话，如狂灭之敌。我们要记住，你们效忠的人只有也只能是我，都明白吗？明白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楼楼训？现在之志，有死不胜。现在之志有死不生，现在之志有死不生。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你能告诉我那天发生什么事儿吗？那天我去唱歌，发现隔壁包厢有问题，就过去看了一眼，顺手把你救下来了。那个对我图谋不轨的人呢？他。他说是被警察抓走了呀。那你那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那天有点情绪化。好了，我叫兰芝，这束花送给你，感谢你救了我。那我叫江城，不过你这花不是特地送给我的吧？嗯，对呀、啊，有个小女孩卖花，我看她可能就把要买了。看不出来你还挺善良的。那我还要回家做饭，先走了。对了，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？哎，怎么搞路了你？不好意思。这也静不下心来。行。
别他妈管老子谁，接着要你的命！来，继续。哎，还真有点难受。要不为了是洛雨他，真想一拳打死他。比我难？难道？哎，别考这么突然，我差点准备动手了。就是要给你个惊喜啊，意不意外啊？是挺意外，不过我没告诉谁我在这儿住。笨，京城十家酒店八家都是我南家的，想要知道你住在哪，那很简单。那你这么晚过来，说说。怎么，人家想你了都不能来看看你吗？江傻子，你别跟我装傻，你离京之前就知道我的意思，今天呢也就想要要个答案。一天，你也知道我刚回来，现在京城内乱，我父亲不同。我不管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现在你是我的了。你是说江辰的实力不如你？是，不为他交手，虽不一定能赢，但绝会输。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江辰在故意隐瞒，故意示弱？绝有可能。我仔细观察过江辰，他眼神里的慌张和不可置信装不出来。况且，我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自信，我不会输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你怎么看？江家实力无双，更是有老爷您的领导，江城那小子还不得乖乖就范。金老，江城的底细我们已经打探过了，是有点实力，但是没有到我们顾忌的地步，且根本探查不到他背后有什么实力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可以放心动手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准备怎么做？引回江家，处置几成把握？九成。余下那一层是派出神仙来救他，不然凭江辰绝无生机。况且江辰那小子的母亲还在我的手里呢。好，那就由你安排吧。好，去搞点炸药，有威力大的。是，江辰，这会儿你不是刘邦，我也不是项羽。我要让你有来无回。故意示弱倒是个好办法，让他们拿不准你的实力，这样我们对付起来啊才更有把握。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两个老东西会在什么时间对付。安啦，他们在明呢，我们在暗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其实君秋白回来有点麻烦，不过他在那边惹了点乱子，一时半会儿呀回不了京的。君秋白以前倒没怎么见过，听说君家雪藏起来把他保护起来了，倒是挺想你叫一叫。哟，还有我们京城第一少看得起的人啊，那真是他的荣幸。不过他们这次对付你应该是孤注一掷，是绝战了，你要好好做准备才行。不过我很好奇，真的会杀了江震吗？那可是你亲叔叔。从害死我父亲的那一刻起，就没什么心情。都说豪门薄情寡义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的仇恨也有我的一半。该回第一楼了，到那边好好准备一下。别把我跑死，从流出院累死。你怎么来了？老哥，
你现在位置已经暴露，江家人之所以现在没动手，因为这个酒店是南家的地盘，他们打算在别的地方对你下手。你什么目的？你来，你父亲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呀，我都说了我来给你通风报信儿来了。你看那张照片，咱俩小时候偷偷翻墙去墓地探险，那会儿江家还没现在这么好，我爸跟江伯伯也挺好的，可现在这有人的地方却有矛盾，最爱听的人也一样，那点事总是会变的。我也一样。哥，我爸那边我真劝不住，但我希望你能有，真的。但我希望完事之后能放我来，我保证我带他出国绝不回京。看在我份上，成吗？我求你了，江总。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不高兴。除了雨天和南老爷在沟通，剩下该到都到了。说的兄弟们，我们今天要对的是江家和君家。江家和君家是京城的两大豪门，实力都不能小觑，而我们的实力也不差。这次行动的兄弟们都在背后给我用点劲，别他妈给我干虚活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如果有怕君家和江家，现在就可以站出来，我不会找你算账。都没有吗？很好，那我现在来开始部署。江家暗卫由我古不黄还有吴旺作为牵制，君家所有势力交给第一楼作为牵制，包括君家的官方势力，包括我师父的一些人情，这次我也会动用。我只要求一点，无论战场在哪，我们要做到不怯战不懦战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次请坐，欢迎下家。哎呀，不会，现在谷家与我大哥掌权，大哥到时候就说我已经被谷家依附了。反正我们这次和君家斗完以后，他肯定元气大伤了，马上迅速找我去。这次行动目标，斩首。没想到哎，你住的地方还挺高级，这可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方了呢。这个是我朋友给我借住的，我也没想到这儿这么好。好啊，来陈茶，我亲自给你烧个菜。我烧了好几个小时啊，手都烧破，你一定要吃完。不行，还疼吗？没事啦，只要你不嫌弃我做的难吃就好。嗯，还不错，真的挺好吃的。那就好，那我去给你拿水喝。好。还不放手？不放，这样抱着挺舒服的。怎么样，还下来了吗？没想到江城这小子艳福不浅呀，这妞我都没见过，不知道啥时候找的。别管啥时候找的，赶紧报告上去。胡少明的要求安排好了，君家的人在外围，不会让江城的人进来一个。咱们暗卫一部分打扮成了下人，另一部分在阁楼上、地底下，甚至是墙里都有人。这次江城必死无疑。好。江城一天一个接的不肯死啊。什么情况就这样了？不会是人跑了吧？不会。继续吧。机场
和高铁都有我们联系。哎，你电话响了。哎，我不是江城，江城他在忙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是江浙的，小姑娘，麻烦你转告江城，他父亲的事我查清楚了，让他明天跟我回江家，我来告诉他。谁？好像叫什么江震，他说让你明天中午回江家一趟，告诉你父亲的事。嗯，他是你亲戚吗？你终于来了啊，江城！你不是要跟我聊一聊关于我父亲的事？说吧，我听着。你父亲呢，想用假合同吃掉金家的资金，前日一事上被发现了，金家暴露，你父亲啊，怕被官方调查，只好躲。你说巧不巧？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大货车相撞，结果落了个车毁人亡的下场，这也是丢人子。所以你今天叫我来，就没打算跟我说实话，是吗？好奸诈！我这不就是跟你说实话的吗？我一天好心叫你过来补习班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被狗喂一天肉吃，后来被狗咬一口，没天理了！老杂毛，我劝你好好说。好好说话？呸！我跟你好好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现在没钱没势，你出现就是人打一个。我凭什么跟你一个莽夫好好说话？别说你那顽固不通的父亲，就是你也该死，父子俩就该一块儿去死。我今天呢，送你去见你的父亲。上路吧，小子。这就是你的遗照。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成功在握，杀你！对手是我。怎么可能？一直觉得我能装，没想到你比我。下来，别当真。老东西。我怎么还活着呢？小子，你竟然隐藏实力，甚至不武！行了，别跟我讲什么江湖道德，还指望君家那些人？说不定那些弱鸡啊，早都没了。你以为你一定能赢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母亲的房子下面埋的全是炸药，我只要一个念头，你母亲就尸骨无存了。那时候你可真的就是孤儿了。强哲，你他妈是人吗？咱俩之间的事你别承认我吗？我就喜欢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你不是自诩京城第一大少吗？怎么现在狼狈了？今天我不要你死，你用你父亲发誓，带着你母亲离开京城，永远不再回京，放弃江家的一切，我就可以饶你母亲一命。不然的话，今天咱们一起死。没想到你江家的长辈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，幸好当初江家家主不是你，否则江家也难进入京城的豪门。能不能你来教训我？你们谷家只不过是一介范进的武夫罢了。他们怕你，才给你们安一个豪门的名头。我可不怕。你说的，
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别伤害我。江哥，江城，你秩序京城第一大少，你不还是斗不过我？你不还是斗不过我吗？斗不过，未必吧。陈哥，父亲，说说吧，您埋的炸弹，我已经太难以听他们清楚了，您别再一意孤行了。逆子，我，哎，父亲，您斗不过成哥的，我知道自己劝不动您，我这么做是想给您留一线生机啊。狗屁斗不过，刚刚江晨已经答应了，永远离开京城。是，他可以离开，然后呢？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入京复仇，他的势力还在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咱能睡得安稳吗？醒醒吧，父亲。罢了，输了。我这个儿子呀，我不知道说你是真气呢还是怎么样，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来跟老子斗。罢了罢了，江城，事已至此，要杀要剐。通哥，我求您放我父亲，我保证他以后与江家再无半点瓜葛，我会带着他出国，再也不回来，绝对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威胁。告诉我父亲真正死因，我饶你。我这个不孝之子，你父亲确实是君家把我害死的，其实是江家拿下碧海天的地皮。这碧海天的地皮是一块巨大的无形的经济性的开发地皮，且官方消息，碧海天所在的地区很快将会被规划为卫民计划。这个卫民计划就是要在京城规划一片经济特区，使其京城直接和世界对接的经济特区。你父亲呢，原本打算用碧海天简单的开发一些商业楼、学校之类的，可是金家想要把家族企业融入碧海天，是国家的共同道路。你父亲当然不答应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金家找到了我，让我诱骗你父亲说子宫是能源出了问题，让他亲自过去。在你父亲行驶的路上，金家制造了车祸，令你父亲改道而行，而就在那条道上，君家利益家族势力，让工程师在红绿灯路口改了线路，使本来要停的货车正常通行，结果两车相撞。这也就是这场车祸判为意外的原因。至于那货车司机，我想君家可能已经灭口。我对不起我大哥，也怪我利欲熏心。君家告诉我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最多就是昏迷一阵子，然后我就可以被家族主事，还可以分得碧海天的一杯羹。可是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他们下狠手。等我知道大哥的死讯后，我已经知道我不能再回头了，我没法再回头啊。张震，你涉嫌谋杀、走私罪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、侵占财产罪、纵容他人故意伤害罪，跟我们警务处走一趟吧。陈哥，支出啊，跳完了算了，不必了。我这江城待了大半辈子了，要我永远离开江城做不到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在牢里待着，至少还在这片土地上。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让我在牢里受委屈，对吧？茶哇，徐处长，走吧。
三年，没有忘。张曼玉，这边请。张哥，我去看见我爸。少爷，你怎么？你一群废物！我要再不回来啊，君家都让人搞垮了。把之前不符合家规的全部甩掉，从现在起，江家所有人员全部登记在册，每个人的主题都给我查得清清楚楚，专家所有产品都全部统一，我们江家的统一。帮我联系一下古家和南家的家族，我欲与他们形成攻守同盟之势，随后会和他们商议。最后，制定家规交给吴望仲，所有违反家规之人。无论进入大学，一概不行。行，就先这么多，随后的事儿想想。娘，孩子，母亲为你自豪。君家，哎，这么久了，我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是啊，这云也散了，可月亮还没出来。谋害我父亲的主谋，是什么事儿？孩子，报仇的事慢慢来。你要先稳固住江家，江家可是你父亲毕生的心血啊。那就让他们多活一会儿，这账要记住一点。你心里有数就好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喂，家长，我军出来。别说话，听我说。事情呢，我都听说了。这次是我们军进来，可是现在没有我们。以后出门啊，记得多带点，不然我可说不准哪天我们江城上就横死街头了。诸位，诸位，江家毒瘤已经清除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江城正式接任江家家主之位。也感谢诸位以后辅佐。我江家要做豪门，就要做京城的第一豪门。恭贺家主，朱大哥，无人可敌，无人可挡。恭喜少爷接任江家主持人。此生此世，愿为楼主效力。诸位客气。江城，有人想见你。谁？跪下。江家之妹江川，是江家罪人，前来请罪。不知家主是否认罪？什么接纳不接纳，都是咱兄弟。好，起来吧。太好了，哥，我就知道你没忘。坐下吧。秋白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君家的主人了。我们君家在京城可是第一大豪门。你这君家呢，交给你了，可千万不能没落了。老爷子，你放心吧。你也想想，这京城谁能够办事儿？那就好啊！这乐宝的仇，你一定得报了。你弟弟惨死在江城手上，我让那江城不得好死。哎呀，行了，老爷子，这都一把年龄了，天天打呀杀呀。您就回去，好好收拾收拾，养好就行
不过这江城一个小角色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逃过。行，那歇着了啊。行。君乐宝这个废物，竟然还跟我一样是嫡系，真是埋没了这个身份。居然在 KTV 里让人给宰了，你说这要传出去，我们君家的祖坟不得清？不过我哪里对江城入城，哪里偏？南边来的纵火的不满，无妨。给我去查江城的资料，详详细细。他从小到大的事。江城的金城，既然你要跟我争这个京城第一少，我就让你成为京城第一个被杀的大少。我这次做的不一样的，保证你喜欢吃。主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。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还是个黄门道少爷呢。听你刚刚给我讲的那些经历，发现跟我之前看过的一本小说《绝世废墟》好像啊。我可是一点也不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过我杀了这么多人，你还能接受我？别人要杀你，你当然要反击了。放心吧，你才不是什么绝世大魔头呢，你要是也只是我的大魔头。倚天也是我的女人，你也能接受？说实话，你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既庆幸又失落。庆幸的是你没有骗我，失落的是居然还有一个女人给你喜欢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只要她也是真的爱你，我就能接受。你们两个呀，在我心里都一样重要。可真是个端水大师，你真的甘平吗？放心，只要我把君家事处理完了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俩去。那我可等着了。这次叫大家过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把君家拉上第一号名。说一说，大家都有什么想法？要不全全宰了。关于江家的事儿，我们可以先杀掉所有江家的反叛者，包括江镇也要一同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接受江家。那么再说君家的事儿，我们把君家所有的嫡系都杀光，君家的产业将会停止运营，大量人员失业，那么京城的经济体系一定会有损失。那就算我们投入，官方会。所以啊，我们只需要杀掉当年参与我父亲那件事的君家人，这样子整个君家他们就会堕入第一豪门，因为我给他们的一个强烈的打击，所以他们的产业将会被我们吞并。再加上南家、古家这两个家族来帮助我们，这一战我们不会输。还有你啊，能不能带点脑子？买人。君家以科技产业为主，我们把他们的科研人才双倍价格挖走，这样他们就会形成人员断层。虽然我们也会有平白巨大的损失，但是我们三家联合，这种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的玩法我们玩得起。其次，他们的内部有空缺就会有需求，我们可以安插我们的人进去，哪怕我们十个人只进去一个就算成功，发挥作用让他们达到内损的效果，君家就会在江家和自家两头顾不过来，一旦结气，三家就可以联合发起商战总攻，吞并产业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喂，君主白吗？江城他们给你下套了。
三家都要联合办你了，你倒是挺有闲心啊，是空杯一代才有和稳的好成，像他们平时把自己装得满满的，只有三十万人。你倒挺有意思，说吧，有什么应对方法？好像跟他出入不错，你要从他身边儿去，时刻有暗卫盯着，别让他来。找个机会，询问江城。看来，即使碰不过，输也没关系。只要明面上跟他争，他就没有心思。没注意力，他的软肋就是他的家人。我们要让他先失去理智，对付一个没有理智的人。无非就是一个力气大点的小孩。时间不早，蓝子那边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路，你这边别出事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一天。嗯。其实。我还有一个很爱，是蓝芷吗？我可是江家的女主人，她每天出入江家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不过我能接受她，但是我要看看她配不配做我老公的女人。蓝姐，你坐。五百万，离开江城。我一直听江城说南影天是个多么传奇的女人，没想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江城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一千万，小姨，好了，蓝姐妹妹，我呢就是考验你一下，以后呀江城欺负你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呀就把他的腿打断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俩这个表情。徐处长死了，无望重生入院了。君秋白他疯了，国家公务员兼警务处处长都敢搞。并没有直接杀死，是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在浴缸发现触电而亡的，直接判定成了意外。无望没事吧？无望抢救过来了，但是他没阵子出不了院。起因就是他在地摊上看到有混混欺负老人，他上前制止。没想到这混混是君家的高手，联合起来把他打成了重伤。这还好是他命硬，要是搁一般人怎么就死了。姓君的这是想先削弱我的实力。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很被动。要不我们先发制人，逼君家先动手。先不用，我去会一会君秋吧。不行，你这个时候去很危险。你放心，他君秋白无非就想让我跟他见一面，而且在京城没人能留得住我姐姐。婆婆在家照顾好兰芷。哦，挺暖的。你好。君秋白有什么事吗？去他那。江大少，喝茶吗？不喝。没牙齿，没意思。做人呀，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，你这样会吓坏我家人。你刚怎么出来的？取我狗命？你觉得好笑吗？我今天要杀你，没人拦。我最讨厌两种人，第一种说是要杀我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想。这辈子我见过，看来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上。厉海天的项目，我们君家可以统筹。我们君家家的地皮呢，也可以买上。以后你做你的京城第一省，我做我的君家家，这样更好。我靠！
江城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 事情就是这个事情，大家感觉哪不对？但我感觉他说的好像真的挺有道理的。好了，你住嘴吧！我觉得君秋白提的方案可以，我们可以无损的接受君家的资产，兵不血刃的拉低君家的实力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无非两个点，第一个点。 是他们不想斗了，想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，所以送钱送地皮也是最简单的方式。第二点，就是他们是第一步，他们想让我放松警惕，然后再在地皮和合同上丢下他。不管怎么样，君家明面上交给我们的财产，我们可以吃掉。至于问题，接收前我们的人必须全方位检查一遍。 不过这些还不够，我们要让他吐出来更多。明白了，这些我就交涉，不要让他均价在3到5年内起来。君秋买这个人还是要地方，毕竟他不像君乐坊一样，君家这边家主家肯定有买单。好了，等忙完这些，我也该忙完我的终身大事了啊。 你不知道，我刚刚紧张死了。雨天姐姐的爸妈看我就好像活生生活剥了我一样。他们不是都答应了吗？雨天的父母还是很通情达理。再说了，你爸妈不是也同意了？还说我爸妈知道我要跟雨天姐姐和同一个男人结婚，他们不会疯了？还是我爸通情达理，一直在劝我。那我可得好好感谢感谢。你还叫叔父？ 雨天姐姐应该跟父母在谈事情吧？江家整合，大仇得报，现在江家已经稳稳压了君家一头了。总算没有白忙活。别说了，我什么都做，只能给你做顿好吃。不像雨天姐姐，还能在你身边给你出谋划策。能做饭吗？够我就做。 让我看看是谁吃我哥哥家乡的事儿。姐姐救我！三个。想过有这么一颗，但没想到这天来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不真实。那要不要我？你看疼不疼？就是我会撇。不过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？娶两个老婆，心里都乐开花了吧？ 那确实，不过我也感谢你能一路走到这一步。我们呢？没事。就会嘴上说谢谢，也没点实际行动啊。那我晚上不得伺机行动啊？闭嘴吧你！哎，对了，最近南家的各组得到消息，君家的部分人员有调动，可能是我多心了，不过你要多小心。君家。 你放心，我会注意。我也给他们留了一手。那就好。开心一会儿，开心一会儿。哈哈哈！你说江城这小子还挺有意思的，这几乎一曲还缺理。这是你该关注的点，准备怎么办？ 慢慢的，你说结婚当天新娘子丢了，这事会不会很有意思？结婚车有点难度。那如果护送婚车的是我们的人，或者是你说江城这么信任你，这点小事办不好，对谁下手？ 只能是兰芷，难以天这妞太难对付。再说她有自保的能力，相比起兰芷，江城会对她放心了很多。到时候结婚当天，
行车路线还有时间，这些你帮我搞定。哦，对了，结婚车的当天，我的人可能会对你下手，但是不会真的上你，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好，当天我会留下痕迹，让你带着江城追我来。江城遇到就是他的死期了。那你的人最好别掉链子，江家的人我会帮你掉。杀江城我来指导。小姐，你今天真漂亮，估计新郎官见了你眼珠子都要离不开了。瞧你说的，哪有那么离谱？怎么了？真倒霉，前面出车祸了，在市中心都有人敢闯红灯。确实挺倒霉。开车去汇合地，就现在。古不狂，赶紧去前面给我开路，兰芝可能出事了，有车撞车，有人撞人，赶紧给我开出一条路来。小姐，这出了事儿有南家顶着，跟着他的车，快！明白了，小姐。兰芝，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让整个军家给你陪葬。那怎么办？通知江哥。刹车印是向后的，古不狂，你先给我向前追。你调取这条路的具体监控，我要知道劫车到底去哪儿了，通知江家具体的情况。是。还愣着干嘛？上车呀！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南小姐说，当时车队被市郊的一家化工厂，南小姐和胡少爷已经过去了。向下安慰。敌人所有人，给我去化工厂。去到拦路的，直接杀。我们也派人跟你一起。今天把事杀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哎，你说，你看，这新娘的头钗多好看呀！不过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君秋白，兰芷在哪儿？不就在那儿吗？你放了他，我给你当人质。我南家大小姐的身份不比他强。真的，你想当人质，不过无所谓。反正你在我手里放着，别着急，等江城我问你兰芷呢，你妈是不是个男人啊？君秋白，你还害怕我一个女人把你杀了不成？你好吵呀、啊！不过无所谓了。哎，我现在有两个人质，就你妈呀！狂妖，你他妈比我还狂啊！还两个人质，你牛逼？他们都说话呀、啊！小心！现在是三个人质了，啊！你妈给你起名叫古不狂，你他妈比谁都狂就算了，还蠢得跟头猪一样，一个假人就把你骗了，啊！行了，别装死了，等事情结束之后回去领赏。谢谢家主，谢谢家主。你说你是江城最好的朋友，哎，如果我把他杀了，江城会不会很难过呀？啊？不要。你敢动你江城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那你说说，我本来就劫了个兰芷啊，这现在又多了两个，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原来是老天的老师，
放人？你是小孩还是在做梦？我看你可怜，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跪下，我把信还你。再磕三个响头，我难以天一块还给你。马三宝，陈哥，你出来，我杀了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来人，出来！来人！程程，这个女人怎么样？啊？说出你的条件。条件很简单啊，只要江少宁亲自挑断自己的手筋就行了。说不定我还能封你个京城第一废商啊！真的觉得你胜券在握？江少，你要杀我呀？你要杀我也成。哎，有你老婆在黄泉路上，我想我也不会很勇敢的。他怎么可能是你的人？现在你还有什么后手？你是真觉得我自己不会给自己留一手吗？江城，你笑死我了！我当然知道他是你的人啊，我做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让你放心小心？哎呦，哎呦，我不行了！你让我再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我从生在江家就一直是你的陪衬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帮你对付我父亲？因为我了解你，我知道我父亲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为了投你这一票，连我亲生父亲都能坑。你不知道吧？你父亲的死我也参与，知道这一刀我等了多久吗？只要有你在，别人提起我都是江家的江川。凭什么？你告诉我凭什么？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你是。我甚至有想过把江家交给你，可是你太强，你错就错在应该直接杀死。什么意思？知道我是刚刚怎么救你？他怎么会输啊？都说你是君家的光，今天就要长眠于黑暗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可能说，江城已经死了，救不活了，救不活了，不是我输了，是你们输了。我怎么会输给你们这群垃圾？警察，永远都不可能杀了我的，你赢不了我的。你们说我们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吗？我觉得呀，我们会一天一天过得更好。不过谁惹老子，老子就揍谁。来，干杯！就知道你死不了。
爸，你的仇我都已经给你报了，一个都没能跑。天亮是你的儿媳妇，看看多漂亮。现在江家已经成为了京城第一豪门，你在那边就好好的，家里都行。爸，我会照顾好江城的，只要江城再肯努力，您就能抱上孙子了，是吧，兰芷妹妹？嗯，对。什么东西啊？跟我装什么呢？真的不是吹，就你这样，我分容一半了啊！我笑了，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京城第一少江少，还敢吗？啊！说老板还真是，还是那么火化，别放我，早让那哪个万大佬给搞去了。哎，行了，人都死了，你折磨他干嘛？要我说，早收工，回去歇着去，吃独食。我靠，你还是个三无烟民啊！哎，去去去！不好了，你这交出来的尸体不见了！什么？